那咱们拿成皮筋嘛。啊，你那块肉我就不愿意吃它。对的，因为我这最后一吃的，我都吃那些料儿。那我就可以炸馒头片了。哎，你行，我这样说，刚才说的分给你要，馅料儿。一绺，你要特别是在那一冻冻一绺，一发起来拔的就皮毛片儿。回家走。他们那儿边一时半会儿喝不了一个，现在刚才声音大，现在喝。